老公卷入淫乱 P， 小 S 封嘴唔撑。好高档啊！嗰晚嗰样高活动，系 啊， 啊，起码我参与嘅部分，哦，我去咗一日啫，系啊系啊吓，净系就系负责唱几只歌，我咪唱完歌我翻去瞓觉啦，梗系。真系乖啦，做完嘢即刻翻去休息。但上个月在海南三亚推广游艇、私人飞机等奢侈品的海天盛宴前，被指有人趁机搞淫乱 P， 众全 party 用了2100个 condom 添，他们还被指牵涉入淫乱 P 啊！卷入淫乱 P 的孙兄，寻日就在微博大反击，好震惊，好心痛，竟然遭到莫须有的诽谤。小 S 老公寻日就只是铺一家人去海边的恩爱相，不止他只字不提卷入淫乱 P 单嘢，老婆寻日出席活动都封口不讲呢单嘢啊。